第一次到浪子哎，其实就简简单单的啊，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做。对，真的好累。在准备我们的第一餐，是他凑买的，拖鞋跟虾子。然后我打不开。我们饭正在微波，这个饭店实在是一应俱全。还有这个最想念的汤汁，超好喝。来，这一碗给你。好。干杯！辛苦了。美。我们现在在夹取我们的第一餐，好吃。吃，开始吃了，快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出发了。出发。Road to Hana， 其实天都还没有亮，现在看得出来吗？吃东西要可以跟我说。好哦，里面有香蕉，有橘子，有番茄。日出了 ，Big Wave 在后面。真的浪蛮大，真的很 Big Wave。这个我们冲该会死。这个应该会，我们根本站不起来啊。哇，这个白浪啊！有一个超小，看不出来是洞的洞。对啊，我在等你下来。然后进去这个王美洞。好。黑沙滩的王美洞。好，看到洞。哥哥，一直开路。哎，这个地上真的沙滩很黑。哦，很酷哎。哇塞。哦，撞到。有点难开，小心哦，那个阶梯。哇哇哇！哦！赞赞赞赞！现在找飞机也行。哇！好，我们到这个完美景点，看看它照不到后面。黑沙滩的旁边的小山丘，沙滩在后面，这里漂亮哎！刚刚洞穴也在旁边，这边的魔术地方。我们走到黑沙滩最上面，然后这边整片都是那个岩浆渗下来的这种黑黑的尖尖的石头。我们要进去 Jeep 玩了，这个洞好酷哦！哦，哎，有哎，洞了出来，我们四个哎，耶！但它那边还有个牌子说，这边的浪很大，所以如果你有犹豫的话，就不要下去，不会觉得可能太危险。哦，他们看到海龟。哦，好多只哦！看一下。
好多海龟耶，好神奇哦。哎、欸，上面的也还在动。那是石头。那是石头吗？那是海龟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哪里呀、啊？它太像石头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它刚刚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对对对对。被浪要卷回去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浪怎么那么累？我这样游怎么办？而且，但看得到吗？这里这只是海龟，这里。我们刚刚在这边看海龟，然后这边是牛哎、欸。对啊，后面超多牛。后面都是牛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而且他们在叫哎、欸，我听到牛跑，他在跑哎、欸，他在牛狂奔哎、欸，忍不住走过来看牛，说他们的主人来了啦，然后牛跟着车子跑啦。他们要吃饭，大家跟着那个车子跑啦，牛在跑啊，大家跟着跑，太好笑了吧，整群全部挪过去。在马拉开饭店前面海滩休息，你在录影，等日落，漂亮，红红的。有一个吃鱼的，来看看。我们拿到食物了，耶、yeah ！开动开动，吃吧吃吧。一个一个插队。Yep。准备出发了。大家排排队出发。准备上船。那个船还蛮大的耶。Keep your eyes in that direction about our 3 o'clock on the boat if. 然后呢，有个新月湾的地方，我们到这边。刚吃欠碗，还拿吃的。他在排队，我就不要过去。我们在这边。天的晚上，刚刚浮潜回来之后，大家都超累，所以就一起休息一下。现在6点下来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那边还是很漂亮。我们等一下再去吃晚餐。一行浩浩荡荡的要来吃饭，来吃一家刚刚我们看到排队排的超长的 fish market。在这边，这里，哇塞，人超。多，连那个招店的招牌都找不到。哦，在上面啊，人超级超级超级多。4.6，将近2000个评价，对。在一个 Plaza 里面吧，什么店都有。在一个咖啡店先找早餐，然后去海滩，白色的沙滩边。这海滩叫什么名字啊？哇伊！我刚刚去旁边的 Plaza 买了阿塞伊果。对呀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里面是蓝莓跟草莓。他刚刚说香蕉莓的，所以给我们 extra 草莓。没错，对。
看起来还不错。知道下面是什么顶？来吃吃看。多少钱？会很贵吗？跟纽约差不多，11这样。11哦，那不便宜。对，跟纽约差不多。毕竟旁边是豪宅区嘛。哦，也是。如何？好吃吗？嗯，很随便。我们上面是不是一样？好像是。会很甜吗？不会。你要吃会。好啊。但真的好空旷哦，他一个人有好大一片哦。夏威夷到处都是鸡啊，路上就会随时遇到一些鸡。回饭店的路，左边的就是我们的饭店。到 Costco 旁边的餐车 Park。对，来吃下次饭。好，走吧。英智。嗯。我们来吃。本来要吃虾子饭，瞬间改成吃泰式。泰式，但是有点贵，大概快20块。这一家就是我们吃的泰式。嗯，他选择好多。对啊，其实还蛮多的，其实他们有菜单。带着午餐回来，饭来了，我们有虾子，太好吃了吧！刚刚那家觉得如何？我觉得非常好吃，比纽约的泰式餐厅还好吃。很厉害耶，就是可以再吃的那种。难怪很多这边的当地人都过来吃。真的，不错，可以，推荐。大家来吃冰，好多人哦。这是一个有名的冰。我们点的这个是。草莓加芒果加凤梨。我们吃完之后，这个冰店开始排队排成这样，太扯了。来买咖啡啦！我们买完要上山看日落，找一找吃。我们在爬山，其实一路向上也是蛮喘的。这边是火山，夕阳在这边，我们要赶在夕阳下山之前爬到最上面去。应该来得及。可以啦。很美，超级漂亮。我们爬上来了，有一个超高的，有一个小小的 trail， 一直在这里。噔，有了，说一声嗨，说一声嗨，嗨。后面就是火山口。耶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。看夕阳，超级漂亮，大家都在后面，应该是蛮漂亮的。好，我要也美，我要移动镜头看一下那一片幽默的脸，把我们的夕阳挡住的。等一下哦，我来对焦一下那片云啊，非常的幽默。我们要看夕阳，它把我们全部挡住。没错。嗯。我给小空气 sleepy。啊，可以小女孩子，好酷哦，很酷哎，很酷哎，你要认识。对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他在路肩旁边，吓死人哎，是吓死人，很大。哦，它一点就关了。对啊，超久。游完泳来超市找中餐吃。嗯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便宜的东西。哦，真的有咖啡。我们在超市，多少钱？才6.79，加完税大概6.99，超级便宜。它说1/3磅，但其实它没有称，所以应该不值。超级划算。对啊，他拿着超大气的。是只要6.79，便宜到爆炸！纽约的大概1/3价。这里开吃开吃，这样才4块，合理吗？我们要准备离开欧湖，啊，不是欧湖，我要离开贸易，然后看到超大的彩虹在后面。准备离开贸易。对。
很潮的，它在山前很流。